也许我又晋级失败。哇，只录了一刀啊，这太太。补刀还是有点先的，小安子领先十刀。这倒不该的啊，
该死掉了。啊！哇！讲点道理啊！跟我比熊，我超熊的。这局要防对面塔了。能不能打过螳螂可能很关键，这局后期。虽然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后期，
啊，他没带。这塔应该给退的，不知道他大招好没啊？希望还没好。哇，我的一塔，不开心。艾克应该去拉蓝了，不会吧？操！这是真的操啊！换掉吗？换掉还不错。唉，哇，撞一下山挺高的还。
带进去吧。大王在后面，被大佬也没办法。没必要连战，果然打都没了啊！猜是猜到了，没脾气啊，能怎么样？就算知道了也不敢过去啊。哦，运气不错啊。
就喜欢的。雪糕没兴趣，不打。不能先发育一会儿。劣势局打了雪糕也没用。我操！好吧，你当换个条龙吧，还好。但我倒是觉得还不如推中，这个龙来了，肯定没有经济风啊。蓝盾就不用了吧，反正能翻，我觉得我觉得能翻。学错技能了，家里的红我去拿，应该学二的，怎么学 Q 呢？应该完蛋，好，没事了，我太肥，我太肥，哈哈，我很乖哦。这波要大了，
直接打架就好了，应该。我也说妈不在。啊，我分心了。同学，你没来了吧？你没来了是吧？刚这个一个门牙无所谓的，肯定是大龙优先，不可能说大龙放着不拿，然后先回家什么牙，不可能的。哇，我怎么还在扛他？尴尬。还好露露一直保护我，说真的，刚刚我还以为差点我要被秒掉了。对面其实很尴尬的，他们想杀我，但是有露露保护，然后我出了很多肉，想杀我不好杀。然后他们打我的话，老鼠跟安宁的输出空间就很好，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打我，他们不打我，我其实杀也很可观的。然后又有一冰锤一直在这个
怎么说呢？一直在这个年龄的话，很讨厌。是啊，其他动物都在保护我，因为其他人舒适空间很好啊，是这样的。安妮就跟老鼠的舒适空间是很好。啊，之前我说话声音都听不到吗？